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，今天要带着小朋友跟着 Miki 老师唱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我们来唱 Miki 老师的歌《白米饭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圆的饭团，手借我。我们是小小的白米饭，知道我是什么饭团吗？我是恐龙饭团哦。这样学会了吗？小朋友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饭团。那我们再来唱一次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圆饭团先来。我们是小小的白米饭，香香 Q Q Yummy 我们是小小的白米饭，我变成 Miki 饭团咯。学会了吗？喜欢的话下次再跟着 Miki 老师一起唱唱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